Hey， 大家好，我是莫莱西，我是 Adam，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也欢迎你们来到 Walmart。 今天我们要帮大家开箱美国版的全联，也就是这个超级巨大的 Walmart， 非常大，平面无数的不大。你需要什么里面都有，需要买杂货啊，或者玩具，剪头发，换个轮胎， BB 枪里面都有。 Walmart 真的很特别，它是很便宜很平价的百货公司。 Yeah， 美国到处都有 Walmart。 其实我没有一次逛过整个 Walmart， 我相信我们会走很远，好几步。所以我们今天会全程佩戴我们的 Garmin， 放我们的步数，这样你们更知道 Walmart 到底有多大。Yeah， 影片结尾就会分享数据。其实我们去年底跟 Garmin 合作，然后到现在我们每天都会戴他们 Garmin 的手表。 Yeah， 所以非常荣幸今天又有机会跟他们合作，分享新的 Venue 2 and 2S。 2S Venue 2 Series 的画面非常清楚，然后我们一直都很喜欢它的原型的设计，好帅。Yeah， 我们每天上健身房很喜欢用手表的功能来记录我们的运动。 Yeah， 像是内建训练的功能，我们运动前会先选择那天的 workout， 像是跑步啊、 HIIT、 瑜伽、举重，按开始就可以边运动边追踪心跳、卡路里和运动时间。我自己很喜欢直接看到身体的这些数据，可以一直尝试挑战自己。想要长期多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可以看一下周热血时间、饮水追踪和身体年龄。反正才西的周热血时间总是比我多，因为没有，差不多了，差不多。他很会运动，没有，又差不多了。所以这边我们有 Auto Care Center、 Home and Pharmacy、 and Vision Center， 但是我们要从这边杂货进去。很多木头耶，啊，酷，有圣诞树，是真的耶，一颗65。What？ 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妈买的圣诞树有几百块美金。香。Yeah。 我们从 grocery 这一面进去，然后我要开始我散步的运动哦。好。Walk。耶。可以了。Right。 好，我也要。Go。Come to Walmart。一进来，我们这边右边就有一个小 arcade。是有租电影的，但是好像已经很少人会用了，因为大家都用 Netflix、 Hulu、 Amazon。 哇，很多汽水，多半是汽水。那我们进去吧。啊，汉堡王，汉堡王，哇，我圣诞节要到了。欸，我们可以跟侄子侄女做一个姜饼房，我们应该会边逛边买东西。好可爱。欢迎来到杂货部门。 Oh my，这都是披萨，你可以买一大块披萨，然后回家再烤，因为美国人都有烤箱。Wait, what are you doing? Potato salad， 这个超巨大。Oh my gosh, oh my gosh， 四磅的 potato salad。那边有水果、蔬菜，可以现吃的。前面就有蛋糕，个人的，小的。Oreo， oh my gosh， 彩虹蛋糕。Wow， carrot cake， carrot cake， 还有生日蛋糕。好，放进去吧，放进去，我最讨厌的美式甜点就是 cupcake， 因为有一层很厚的糖霜，有人工色素，就是超级甜的。然后下面的 cupcake 通常很干。糖霜太多的话就吃不下。你看，你看，糖霜好厚。那个一半是 frosting。Okay. 这边有面包 ，bakery 的部分，还有甜甜圈 ，of course， 真的是无限的甜点 ，more cupcake，banana bread，pound cake，what the？ 这不是热狗吗？哦，这里快，后面这个桌子也全部都是甜点。好笑的是，如果要到甜点的部门，要先走过蔬菜跟水果的部门。那我们继续吧，到彩西最不喜欢的部分。哇，我可以在这里开一个空拍机。
有那么宽，所以每个走廊有这种牌子，这样就可以算有几个走廊。嗯，然后也可以知道那个走廊里面有什么东西。Yeah. Desserts, ice cream, frozen breakfast, and potatoes. Potatoes. 有点 random， 好突然的 potato， 真的是无限的 potato。We have our crinkle fries. We have our regular cut. We have the waffle. We have the potatoes. We have the hash browns.We have the shredded hash brown. 都是不同马铃薯的做法。这边全部都是那种冰棒的 ice cream bar. 走了一个走廊，还有200个。差不多。Most families in America will have this in their freezer. 一大桶的冰淇淋。这种有三种口味。就是可以放在冰淇淋上的 toppings， 这样我们就走完冰淇淋跟 potato 的 aisle。大家记得我们在台湾的夜市有买过 PB&J 吗？ Yeah. 有冰的 PB&J， 有做好的 PB&J。然后 Uncrustable 是因为很多小孩不喜欢边边、那个。Yeah， 会切掉。汉堡包、热狗包，还有超级三明治的面包，多的面包。哇哦！贝果，看那边的墙壁应该有半公里。超级远，你们应该看不太到。美乃滋。为什么要这么多品牌的美乃滋？不要！它有一二三四五六七瓶身的美乃滋，每一层，每一层 ，guys so big。番茄酱 ，pickles。你看美国人有多爱花生酱 ，5 pounds， 还有12 and 13。都是 pass， 哇，有缺货哦！回台湾要在夜市再卖东西，我们会选择卖 nacho。你看，哇 ，this is ginormous， 这是 nacho 的那个起司酱 ，6 pound。我买到了快煮面的部分，日本的越南，哎，他们有新面。Can we get some? Yeah, of course, but then. 当做拍完影片的。然后白饭只有这个小区而已。很酷的是，台湾的米饭包其实比这个大。这是唯一比美国 Walmart 大的东西。我们来到了最美国的 aisle， 就是 cereal。All sugary cereal. This entire aisle, guys, 两边都是 cereal， 不仅有一般这个大小，这也有 giant size。Oh my god, it's so big。你还记得吗？我们给 Ray 跟 Crown 吃这个脆脆船长。不喜欢，真的好难想象美国人早餐吃这些。你去过其他国家之后，住过台湾，就觉得特别神奇。早餐吃这些 sugary cereal， 差不多就是吃糖果一样，肚子就不舒服。我不行，我不行。This is so crazy. Look how many types there are. 啊，上面这里也超级多。哦、oh, ，这里是大包的，这些都是 off brand， 他们就是会模仿大家喜欢吃的 cereal， 但是比较便宜一些。65 ounces。早餐要不要吃巧克力 ？Coco Dino Bites。这个 aisle 走到底，你就会到比较健康的 cereal， 然后只有一小区而已。你看，只有这几种。但是很多人说这个吃起来很像 cardboard。我有吃过，真的很像厚纸。接下来三个走廊，我们要很快速的走。Let's go。Candy, oh my gosh, it's all candy. Keep going, keep going. 有一百种卫生纸。杂货的部分我们快逛完了。这个区域就是饮料的地方，有很多汽水 ，energy drinks. Look how much Gatorade there is here. 然后呢？汽水 ，Coca-Cola， 哎，有不同的口味。大家有喝过这些吗 ？Dr. Pepper。啊 ，Oh my God！ 我们食物的部分终于逛完了，而且才是 Walmart 的五分之一。现在就要入 Baby 部门。这个叫什么 ？Baby 的字我都不会。这边还有 Baby 床跟椅子。I don't know any baby words. Got all the baby stuff.
还有把他的衣服。还是要用走的了，我们坚持要走每一个走廊。OK， 你不需要拍，只是要走。OK， Baby 的部门逛完了，心跳蛮高的，去逛衣服的部门。Look at these little pants. Ugly sweater. Ugly sweater. 因为美国人很喜欢办 ugly sweater party， 所以 Walmart 是最好卖 ugly sweater 的地方。你看这个。你的 sweater 越 ugly 越好，真的好多衣服。我们已经逛了几分钟？47分钟。Oh my gosh， 差不多就到了这个店的一半。这样子，我们后面就会是衣服跟杂货，你真的看不到杂货。那边有一些 school supplies、office supplies， 好多，还有鞋子。UGG 很贵，但是这是便宜的 UGG。很多鞋子 ，baby 的鞋子，女鞋，海绵宝宝的拖鞋 ，burger feet， 汉堡脚。接下来就是 office。Yeah， 然后说实话，没有台湾的文具店那么可爱。我到台湾才知道，文具的东西可以那么可爱。那我想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来 Walmart， 然后他们的产品这么的便宜，是因为其实我在大学的商业课程有学过，他们的商业规范真的很特别。就是例如说，他们卖100块，他们的利润才是1块美元。就是 1% 的利润率，但是因为他们的规模非常的大，蔓延整个美国，然后有很多的消费者，所以卖这么多产品就可以赚钱，就可以赚那么多钱。沃尔玛的创办人们虽然利润率这么低，还是最有钱的人之一，蛮夸张的。默默到了 entertainment 的部分，放音乐的。Let me get in your。有够大声 ！Volume down。影印机。这个是我们正在用的，因为是 Made in Taiwan。Yeah， Made in Taiwan。需要电脑也可以买电脑。So many laptops。iPhone 也可以在 Walmart 买得到，最新的都有。你的区域？没有啊，我是打电动的，有玩雪的。哦，很多布。可以 DIY 你的服装。我相信 Walmart 在台湾可以分成大概20几个不同店家。Pinata， 就是你会拿一个木棒，然后就打那个 Pinata， 里面会有糖果，它破了就会蹦好多糖果。然后小孩都疯狂去捡糖果。哇，有巨大的 Pinata 在这里。哇，都是生日派对的东西。Pinata。还有卡片。感恩节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卡片。圣诞节的糖果，这是 sriracha， 有中文字，这好像是唯一有中文字的。里面有筷子、咸爆米花跟 sriracha 辣酱。哇，扫地的。我们来到了家具的区域。Go baby go。其实蛮帅的。柜子、家具。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我们带这只橘女来那里就很危险，就是小孩的玩具。我是姐姐聪明妈妈。差不多就是小孩的天堂的部分。Come on！ 哇，乐高好像缺货了。奔驰还是比较贵，虽然是玩具，奔驰这个品牌也是比较贵的。脚踏车、安全帽、篮球框。哎，没有羽毛球的吗？我后面这里有 BB 枪，之前在沃尔玛可以买真正的枪，而且那些很大的那种枪，但是因为最近的事件比较多，所以他们不卖了。这样比较好。Yeah， 而且还可以买子弹，之前可以买无限的，但是现在会限量。Look， that's the Red Ryder BB gun， a、yeah. Christmas Carol 经典，每个圣诞节都会看那一部。这边还有。我还记得沃尔玛卖枪的时候，有一个很长的墙壁，上面挂着几十个枪，可以买散弹枪、狙击枪、一般的枪、手枪。他们就随便这样子买吗？不会缩起来。上面 camping， 哎，沃尔玛有卖 machete。machete， 不然忘记我们的 vacuum 吸尘器，彩希非常喜欢吸尘器，我真的觉得很疗愈。哇，连行李箱都有，哇，有彩虹的餐具，但是没有筷子耶。我最喜欢的就是蜡烛 ，There's so many。这个走廊最香。哇，我可以买睫毛。
我没有看到那种改变你眼睛的颜色的那个。What？ 游戏？要不要买车轮？外面那边有修车的。这个好像台湾没有，因为美国会下雪，你车一定要放这种东西、uh-huh. ，snow brush and scraper。一大早要开车，车上都是冰，你要这样挂、uh-huh. 挂它，超级实用的。其实我们没有。Yeah, we need to get one of these. 这个好像就可以了。Yeah, all right, good. 我们准备入冬了。很多美国人很喜欢 DIY 自己家里的维修，所以我会买这些 power tools. Power tools 是比较专业的这些用具。Yeah, 这个 a saw, 狗狗、猫咪的饲料、oh. 都会买这种超巨大包的。Oh. Adam, 他们没有鱼。Yeah, 之前会卖鱼，宠物的鱼。家里面会下雪了。对，就是那种假的树。哇，好可爱！长这样子的 ，cute。我们到了 the final stretch， 就是 hair care and the pharmacy。这里都是止痛药。后面这里是药局。然后这里的药局也可以打 COVID 的疫苗，是免费的。Yep, we made it to the front. My goodness, 出口就在前面。可以要结账， wow. 要结账。Oh, okay, okay. 美国的 self checkout 不用什么会员。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结账的旁边每一次都会有糖果或者口香糖。嗯、可以了吗 ？Yeah. All the way back there. 一直到。Oh my. Hey, look, 我们后面剪头发的。哦、oh, ，那边。都是可以剪头发，这边有 Vision Center 退货的地方。哦、oh, uh-huh. ，These are so fun。我小时候会累积很多硬币，然后放进去就可以算。Mm-hmm.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什么？纸钞。纸钞呀， yeah. 这是美甲。我们就回到了门口。Way to go！ 我们逛完了 Walmart， 终于逛完了，花了两个小时八分钟。Yep。我真的太小看了 Walmart， 没想到我会这么累。现在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要看刚刚整个 Walmart 的步数。Are you ready? Yep, let's do it. Stop, and I want to save it. Wow, okay, 0.62 miles, 2 hours, 380卡路里。Wow. 步数是3338，平均的心率是87 BPM， 那蛮多哎，差不多1公里呀。Yeah, 说实话，有一些地方，像是衣服那里，我们没有走全部，因为它是超大一块。Yeah， 就没办法。而且我们走得很慢，那个 pace。Yeah， 我觉得卡路里的部分也蛮酷的，这里都可以看到我们的 active 跟 total 卡路里， oh. 超酷的 active 跟 resting。还有几个小 graph。Nice, Haley， 你少了很多卡路里。Your price。我要补卡路里。我在中间真的想要半途而废，但是我们坚持，蛮累的。真的很开心，这集可以跟 Garmin 合作。那、mm-hmm. 有很多节日要到了，圣诞节、跨年、过年，如果想要送礼物给自己或者家人，可以考虑到 Garmin。那我们有送礼母亲一个，她很喜欢。Yeah, 给你的。Oh.Thank you so much. 那就谢谢你们观看今天的 Walmart 开箱影片，希望你们看得开心。我们爱你们喽，下次见，下次见，拜拜，拜拜。Oh my god！ 早安，早。Mommy, you be okay? Hey，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我是 Adam， 欢迎到我们的频道，也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在这个家拍的最后一支影片。Yeah， 你们再也不会看到。